位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蔡婷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为大家献唱《被遗忘的时光》，谢谢。谢谢。搞伴奏这么多年，很少看到这么丑的女生啊！就长得蛮恶心的。郭蔡琴呢？蔡琴啊！没有，国际巨星呢？是谁？不要到时候蔡唱下去就没了。好啦，今天蔡琴千里迢迢，我刚刚才赶完一场通告，从大陆四川过来，所以呢，歌唱歌的部分可能没有办法很流畅，是因为蔡琴坐飞机晕机啊，所以就会有一点不顺这样子啊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那好啦，今天蔡琴呢来到这个地方，当然不只有蔡琴来而已，我还请到了我的小妹。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不知道蔡琴有个小妹。好啦，那不要废话不多说了，我就请我的小妹芹菜来到我们现场，还有我的小小妹花椰菜也来到了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蔡家三姐妹来了啊！对啊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蔡家三姐妹一起上台。好啦，那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正式介绍我们出场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青青菜菜三人组。好，那今天呢来这边唱歌呢，当然不只是唱歌而已，今天是尾牙这么开心的场面呢啊，这头发一直咬到好麻烦啊，姐我帮你啊，帮我梳一下，谢谢啊，谢谢我好乖的好姐妹们。好啦，今天我们来到尾牙这么开心的现场呢，我们当然还是要献上一些祝福的话要送给大家。那蔡琴我就先在这边祝大家新年愉快，万事如意，接下来换我的大妹芹菜来祝大家快乐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芹菜，我祝大家青青菜菜赚大钱。我们家的大妹是不是嘴巴很甜呢？等一下各位董事红包准备好啊，这样才会有更甜的在后面。接下来换我们家小妹要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小妹，大家好，我是花椰菜。那我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请大家等一下踊跃的跟着我们的音乐用力的摇摆，跟我们一起上台来狂欢好吗？好不好啊，大家等一下跟着我们蔡家三姐妹一起摇摆你的双腿呢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为大家献上一首舞蹈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快说，如果你不知道手好酸哦，快说啊。夜上海，夜上海，是个午夜场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。只见他笑脸迎，谁？
站起来动一动啊！哎呀！谢谢光明，魏王聊两句啊。